扁哥。然后不让我们进去。嗨，我是贤哥，我们今天来了会说话的汤。Let's go。鬼界朋友。上面有那个什么，有符咒可以拿来了。点红印线你们就。哎，线这也是几个人做的啊？其实他不一定哎。等一下，喝酒还是煮的。先喝汤啊，好。那有帮你准备三份的青菜，然后五份的面线。如果有吃辣，有手工的干贝酱。哦，有需要再跟我们讲。那这个整锅都是酒炖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有帮你稍微炖比较没有酒味。哦，炖久一点，对。对，这样跟你说话好奇怪。好。好，我们就是空腹先喝，喝完之后再。所以你待会要去参加吗？还是？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就是参加活动。我本来说从没有问你们说我们这样穿扮可不可以进来，我不知道会被打。好，心疼。超烫。哦，天哪，有点烫。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品汤。如何？如何？跟那个鸡汤，对啊，就是补的那个酒。我觉得是完全加米酒那个，其实没有酒味，我是坐月子的那种。米酒味，我觉得是有一点那个。我现在没有感觉，再一次。我觉得是有酒味，有点顺的，嗯。就中药味比较重的五谷鸡汤，嗯，酒味是还好。嗯，好了吗？哦，有恢复美貌吗？有没有回春感？回春汤是吗？回春汤，魔气啊，魔气！你上次好歹你用这个吗？就是你刚才汤汤这样子，这样子。然后你要再加那个动画，你再把动画去。魔气啊，魔气，赐给我位长生不老、美丽永驻的汤。妈妈咪呀！换了。酱油宝盒，这是一人一份酱油，一人一份面线呐、啊，醉了醉了，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刚才鲑鱼可以吃到饱，不只是在吃面线吃到。刚刚你不是说要挑一下吗？等一下我们看面线，我们可以吃多少？我讲我应该会省略它，你知道你加一点的干杯辣椒100。啊，对，赶快加，大家加一点。你这个一定要加吗？这一盘干贝的酱100块。老板说要加这边的酱油。刚刚讲说，哎，白雪公主觉得怎么样？我以为干贝是用这个盘子做，结果来这个盘子，又来那盘子，所以这样子，所以这个盘子，这面线真的很可以啦，可以吗？我们觉得。有 Q 有 Q 有 Q， 结果我们觉得竟然觉得最面线面线最好吃，面线最好吃，因为面线最好吃啊，因为它面线真的比较粗一点。我也觉得面线好吃，然后这个面线有得到吸血鬼跟僵尸的认证。贤哥认为这不错，哎，这合格的，哎，这里面最好吃的应该就是面线，哎，很少煮的比较好吃。老板要哭了，那碗汤7000。然后大家赠送这个20块面线，不用谈，这面线是免费的。然后老板说100%你呛的，他说面线最好吃，没有呛，没有呛，没有呛，会不会吃啊？你这些人，我们老板是外县市，我们现在冰镇都是冰的 ，OK 哦，来快点，有吗？有吗？来对一次，对一次，我看看，你们慢动作了啦，你看歪了。对，好来，对，还说没呛，明明就呛。我觉得你呛了，我跟你说，你真的呛了。他平常不是这样子。啊，上班的压力到底有多大？就都是你啊，都是你啊。我们带来放松。好好笑你。哎呦，拥入了怀里呀。死定了。太激动了。面线全吃完了，你好吃这个哎，鬼认证哦，面线有米其林三星哎，我们刚刚才从把贝出来，把贝出来哦，面线最好吃哦，哎，
算可以啊，车级没醉啊，这个真的，这个被你笑死。刚刚这干杯到底笑话点在哪里，我都不知道。光这样都可以笑成这样子的，你真的醉了，他更醉了。他喝三杯啦，下三杯了，下三杯。他都喝三杯，没醉的人，没醉的人不会说自己醉。对。他就很笑、欸，我可能是快速醉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好、欸啊，不是啦，快出车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我们最快的是这个、欸。那这样子，你怎么了？我真的会被你笑死。那这样子，哪有不吃的？他真的醉了，没有，应该不会醉了。最贵的这个都没人要吃啊，没有要吃啊，大家吃米线啊。端主之最认真哎、欸，我这碗才第二碗而已，没有，你喝了三碗了、欸。你要干了，我三碗了。我也三碗啊，干，真的不会了，三碗我也三碗。哎、欸，这碗那么贵，一碗等于是喝两百块，我们要努力一下。公主，最贵的哎、欸，你都没要吃、欸。吃完这个真的长命百岁，笑到最后。最后哎、欸，你看这公主就最认真在吃，公主这里嗑肉，检验三碗汤。她最聪明，她不吃便宜面线，她只吃贵哎、欸。不懂你们吃面线在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真的是贤妻良母型哦。肉面线哦。等下整碗打发蛋汤。哎、欸，他说很好，会讲话汤，因为大家喝完都很会讲话。哎、欸，有，因为都醉了。你不想回家了哦？我们今天不回家，今天不回家。今天不回家，所以就是要睡路边这样，搭帐篷睡路边，这样也不错啊。有帐篷还不错，没有他只睡路边。好了，随便你们。可以，对对对，可以画。我做结婚的时候被人家这样画过，上粉底。好、啊，那你先不要讲话，你嘴巴先闭起来啊。这个最难。也、欸、可以耶，哎、嗯欸，你的帽子，几点回家？现实动作，哎、欸，符咒先抢，哎、欸，符咒先抢着，哎、欸，活了，微中毒，我相信专业。欸我跟你說你来，一二三， put the hands up， put the hands up。拿点水，拉掉。你要跳过去。等你很久了。快祝大家万圣节快乐！